商店全数关闭，街上冷冷清清。从空中往下看，交错的各大重要干道只有零星几部车辆。拥有超过2000万人口的中国四川城市成都，因为疫情升温，从1号晚间6点开始，全体居民原则上要待在家中，形同再次封城。但在封城令生效之前，民众开始疯抢菜。整个菜市场挤爆人潮，说什么都要赶紧来买菜，把货囤好囤满，甚至出现有人把一大堆生肉放在后车厢，活鸡挂满车外的情况。成都从1号到4号展开全市全员核酸检测，有检测点排队人龙绕了一圈又一圈，甚至传出民众排队排得崩溃，爆发冲突。在全体居民原则居家期间，每户居民每天可安排一人凭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外出一次，就近采买生活物资。日本汽车大厂丰田和鸿海旗下的富士康等厂商表示，目前在成都采取闭环运作，汽车大厂 Volvo 则是暂停成都厂运作，这是自2020年2月后成都第一次全程静默。有中国网友感叹，放眼全世界只有谁还这样，有人则说大家怕的是上海人那段惨痛的经验在成都上演。而广东深圳民众也是得排队进行核酸检测。深圳突然公布，有6个地区要在周末2天进行封闭式管理，全区公车、地铁停驶，并且要展开全员核酸检测，只因为深圳在2号新增87例确诊病例。Hey Michael, Shenzhen is on edge, fearing a full-blown lockdown as authorities there impose more COVID curbs.深圳也是科技重镇，富士康发声明指出，深圳工厂目前运作正常，中国出现新一波疫情，让多个省市重新加强封控力度。华协集团经济学家警告，疫情加上缺电以及房市疲弱，可能会让中国经济再次探底。欢迎收看《家庭做不到》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华语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